为了更好的挥拍体验，李宁不断进行科技创新，专注每一个细节，打造羽毛球拍可视化科技平台。能量聚合，立体锋刃，风动导流，能量聚合科技平台运用空气动力学原理，创新的翻转梯形框形截面设计，可提供额外的挥拍势能，使出球速度更快。适合挥拍速度快、攻防结构快的选手。关键词：快。立体锋刃科技平台使用创新的几何截面框形设计，可降低风阻，在使用相同力量时，挥拍速度更快，球速更迅猛，适合力量大、喜欢暴力扣杀的选手。关键词：狠。风动导流科技平台利用拍框上创新的导风槽设计，使球拍挥动时的风阻更低，提升挥拍速度，使球速更快，适合技术全面均衡、以控制为主的选手。关键词：准。李宁科技平台产品使用了全新的数字型号命名规则，其中能量聚合型号为两位数，立体锋刃型号为三位数，风动导流型号为四位数。第一位数字的大小决定了球拍的等级，数字一二三开头的球拍为入门级球拍，四五六开头的球拍为进阶级球拍，七八九开头的球拍为赞助款球拍。根据羽毛球爱好者实际需求，李宁每款科技平台产品将会提供四款具有不同性能特点的球拍，分别为速度型、力量型、均衡型、轻量型。速度型相对主型号而言，中杆较硬，拍框弹性大，挥弹时间短，适合挥拍更快、快速攻防打法的选手。力量型相对主型号而言，平衡点高，拍头较重，球拍克重大，适合力量大、喜欢扣杀的进攻型选手。均衡型相对主型号而言，球拍总量及软硬度适中，适合技术全面均衡的选手。轻量型挥拍更灵活，摇摆惯性大，具备一定攻击属性，适合喜欢轻质感球拍的选手。李宁羽毛球拍总有一款适合您，李宁，一切皆有可能。